This way. Hello. Morning. Morning. Oh, that's a Mate. Mate, calor. This way. All right. Right. Go, go. It's a 这就是玛利亚的一个特别好的闺蜜，从小玩到大的。她的名字呢叫，中文翻译过来叫女王哈，所以说我就叫她女王大人。玛利亚说警告我，他们又要开始滔滔不绝的聊天了，因为太久没见了。今天呢？ 他是来找玛利亚用一下电脑投简历的，找工作的。所以说按照平常的话，他们一般就在公园里面坐着就完成了。但是呢，我看他们太久没见了，我也太久没见了，以前呢都没请他的朋友去一些好的地方。所以说今天呢，我就带他们去一个又是特别高档的咖啡店哈。玛利亚说告诉那个高档的咖啡吧的名称，看一下女王大人的反应。哇，这个是特别著名特别高档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消费我能不能承受得住哈，试一下。I think I'm starting nervous. 我们买嘛。我身后的就是这个咖啡店。看这个装潢，我已经开始紧张了。来 ，Go go, let's go. 我们买嘛。You take. Okay. Let's see. 嗯？Where is it? Where is it? Here? Oh, yes, right. Just a mess. 我这边有电脑，我就坐大桌子。然后这边环境特别的安静，说话声音就一定要小。像这种地方呢，如果他桌子上有这个烟灰缸的话，你就可以抽烟了。如果没有呢，就问一下能不能抽烟，这个一定要注意。我们来了 ，so I close， 感觉非常的高档。反正我觉得这边的价格高端的再高端的价格我觉得都差不多哈，和国内比是完全不能比的。我刚看到一个三文鱼汤才4200德拉姆，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到一个上100元的东西。
就点一个最便宜的咖啡，其他的他们选。因为咖啡对我来说就跟喝中药一样。它的蛋糕是在这儿单点，其实我不怎么喜欢吃甜食。哦，它这是两个价格，你看这个 takeaway 是打包的意思，就是1000德朗，然后 service 应该是在这儿吃的话，就是1500德朗。这个500块钱的 service 又是什么意思呢？等会儿看一下是什么意思 service。行，这英克球，英克球，也球。英克球，英克球。他们又遇到上次的难题了，就是点了之后不知道怎么吃，让我先吃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吃。Merci。我就没点咖啡了，因为咖啡我喝的跟中药一样，我觉得浪费钱了，我还是喝我喝得惯的，就喝一杯草莓汁。他们都觉得我点的好。That is special.玛利亚点的这个要好一些，比较软啊。亏把纸都吃了。现在尝一下咖啡。漂亮。中药味道。我觉得我的好。I try you. Norm. You're a singing food. Norm. Norm. 一般就是我看他制作啊，就是挤了点果酱，然后加了点水，就这样。谢谢。说到这儿找工作哈，就顺便跟大家聊一下这儿工作的环境的情况。然后在亚美尼亚的话，失业率高达20%。这失业率大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在40青年中哈，比如说上至18岁，一直到65岁，然后有20%的人都是失业状态。所以说，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需要的东西。然后在，然后在玛利亚的这一批毕业的同学当中，没有一个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。但是国内的失业率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只在个位数吧。所以说，生在中国是确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对。现在目前已经定了去乌克兰。然后今天晚上让他爸爸看一下网站上的俄语，因为他爸爸俄语要好一点，玛利亚的俄语还不算特别的好。看一下最新的或者是详细的一些入境政策、隔离政策。我们打算这个月中走吧，可能就是15到20号的样子。
然后过几天还要去买一些厚的衣服，因为乌克兰那边就很冷，可能我们不久就下雪了。过去再看吧，再看吧。发觉不行。消费就100多块钱，还是有点贵的，但我觉得比国内的星巴克要好。Thank you.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 so much. 走吧，回家了，拜拜。回家，拜拜。这妈妈不喜欢你们说你看看看